主料：莴笋500克，肉末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莴笋去皮，切成滚刀块，洗净备用。锅里放油，把肉末炒一下，等肉末炒散了，放入莴笋，加点水焖煮5分钟左右，撒上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莴笋最好等肉末全部炒散了再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